站上车，那要搭到五中。那在北门站的时候，有一名男子上车，就直接坐在他旁边。那在过程中啊，该男子不断以他的左手，那触摸他的大腿，然后还有头部。那一位正义哥，我发现这个状况，起身来制止。开到警察局。之后，该名犯嫌表示啊，当时他有喝酒，那他也不清楚当时做了什么事情。那经讯后，我们就以性骚扰防治法强制触摸罪来送侦办。